者叙事引台北报道，陈妍希即以代言人身份出席电玩展《神魔之塔》周年活动。婚后许久未在台现身的她，去年专心相夫教子，直接了一档真人秀。先前传出她将接演新戏《邓丽君》，但她仍无法畅谈。被问是否已在练唱，有做神魔准备，她笑答：“有很多东西要准备。”有好消息希望很快可以跟大家宣布。虽未正式要演出邓丽君，但陈妍希也说会在家练歌，而子子冲当听众，会静静听妈妈唱歌，有时候要哭了，我一唱他就不哭了。儿子去年12月刚满1岁，他说有举行抓周仪式，最后儿子抓到篮球、乌克丽丽还有画笔，除了已会叫妈妈，儿子也已经会走路，不喜欢让人家牵，他只好盯紧一点。之后若拍戏也会尽量把儿子带在身边。会想再生一胎吗？陈妍希表示，过个几年吧，至少把戏完成好。过年他会陪老公回合肥老家，之后再一起回台湾娘家。算一算家人加上工作人员，红包粗估上百末，是否会下厨？他说自己比较拿手的是煲汤、红烧肉，老公喜欢吃他做的菜吗？陈妍希霸气表示，他必须喜欢。今年情人节正好在过年前夕，他会跟老公一起过，有没有计划？他笑说，每天都是情人节啊，相当甜蜜。陈妍希出席手游《神魔之塔》电玩展活动，记者陈毅宽说，陈妍希出席手游《神魔之塔》电玩展活动，记者陈毅宽说，陈妍希出席手游《神魔之塔》电玩展活动，记者陈毅宽说。